不生妄觉啊，自性即空，为度众生啊，回入娑婆啊，应众生法随机应缘，自灵山会化缘成就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伊觉悟了后啊，会当体会了本性。咱人人拢是有咱的本性，咱也会当甲咱的本性相会，那就是最圆满的觉悟啊！自觉觉他觉性圆满，是一个最圆满的觉悟。人人的觉性都是这么这光明啊，智慧呢就无有受烦恼所惹的。咱过去毋是有讲过去啊？那十地菩萨只是伫迄个十地都有严慧地啊，严慧地就是智慧发光、何况呢教佛的境界。但是教佛的境界也智慧之光啊，那就是真正的极精咯。佛的圆觉啊，是上主极光，就是真正的极精的光明。所以上涅槃，咱讲佛陀圆觉叫做涅槃，其实呢，佛陀啊，伊的心境永远都是伫极光土中，不生不灭啦，这是叫做圆觉啦。所以为度众生，回入娑婆，时常生灭，见这个形象来度众生。那应众生法啦，应着这个众生的法。日常的生活，拢甲众生同款啊！凡夫啊，衣食住行，那不多呢？也就是与众生同款啊！安尼呢，的生活，这莫非呢，就是爱走入人群去，随机应缘。祝灵三会化缘成就，要讲这本经的事，实在灵鹫山，其实啊，在灵鹫山呐、啊，唔只是干呐讲法华经，真多啊经典拢是祝灵鹫山讲说，不过这回啊。祖灵鹫山所说的教法啊，那就是甲过去无同啊，是圆教啊，就是伫六成就内底，其中特别提出的六成就之一哦。这些讲法的人，那是已经自觉。什么叫做自觉？自知有佛性，家己先知影，家己有佛性。相信人人，咱要来修行，咱嘛家己应该爱自知呀。相信家己有佛性。咱才愿意来修行，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回归咱的本性自
感呢，这呢，就是啊，咱爱家己先知，所以叫做自感，自知有佛性。你看，还阁有偌济人啊，迷迷茫茫，伫生活中，你家讲啊，有佛，人人有佛性，伊无要相信。无要相信人人有佛性呢，伊要哪会想要修行呢？有的人是因缘无够啊，连佛这字都唔捌听到，伊要哪会知影？搁在佛的觉性呢，更搁加唔知咯。所以咱大家人真有福啊，生在这个所在。而且呢，佛法啦，安尼呢，会当通流传中国，将中国呢啊，真侪的大德祖师啊，甲佛法呢再流传来到台湾。咱现在台湾这个时代，生活真正的平顺安稳啊。好难呢，会当听到佛法，在这个安稳中的生活里，咱会晓要自觉，咱会晓来修行。咱既然自觉啦，咱更多爱觉他，觉他呢就是了解，唔只是自己有佛性，其实呢众生皆有佛性。不是只有人类而已，寸动含灵，皆有佛性，这是佛所讲的法，所以伊真尊重众生的性命，伊真疼惜众生，因为呢，所有啦有生命的物件，伊都是知影伊有佛性，所以。佛的本性经，什么款的动物啊，伊都有经过啊。伊生在迄个动物中啊，来化导人类，化导众多的生物。第六道中，伊来来回回啊，安尼呢，无不都是为着觉他。所以回入沙婆啊，大家人都知影，沙婆都是堪忍的世界。这个堪忍的世界是真苦的，伊已经清明自在，但是呢，还是在回入，就是要用众生的境界来度化。所以呢，自觉。也个都爱觉他，那才会当觉性圆满呐。所以修行，修行，修心养性，端正行为，安尼叫做修行啊。咱来定定提醒自己。那既然有依附当顶的佛性，咱原来会当生活啦。不过呢，咱外形爱端正，端正行为啊，佛陀的教规啊，咱到底是不是信受奉行？奉行着佛陀的教规，咱那会当呢？有安，这就是行。那佛陀的时代，伊如愿，伊从伊的愿呐，发心如愿开始，无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六道中啊，不断的度化众生，这就是伊的愿，伊的行。所以愿行啊，愿是伫内心嘛，行呢就是实践，
实行，所以为着现俗度众生，和人人呢知影有佛性，家己呢要不断呢一一去开发，安尼去觉他，这就是行动。在行动中，看到人人会当觉悟，安尼叫做觉性圆满。这圆满呢，就是自他无二的佛性。已经呢，大家人拢知影啊，我的本性甲佛的本性平等。这就是咱人人拢爱了解。所以呢，自觉是别意凡夫。咱即卖现在，既然自觉，那就是甲这个凡夫无共咯吼。因为凡夫呢，也阁是懵懂中啊，伊无想要去求。第一唔知，第二无想要去精进，这呢就是凡夫。也阁是生活的懵懂中啊，觉他呢，就是别意二性，甲二性无共，二性呢，就是自觉，独善其身，干那觉悟我家己就好啊，我家己修好掉，拢无去管别人，别人是安怎的？行为啊，免管伊啊啦，安尼唔对哦，看到别人伫咧作业对落啦，安尼呢，咱爱起不忍心，咱爱用动手刀、动手刀啊，当这呢强手动处啊，咱应该呢爱用方法，安怎样来捏？度众生，唔通看到众生伫咧作业吧？啊，咱呢还是同款的由他去，安尼就唔通咯。有缘呢，咱都爱赶紧甲伊度化，唔通呢独善其身呐。咱修行都爱修大乘法，所以家己自觉。了解了，咱爱赶紧呢，让大家人也进来了解。咱会当修善法，咱也都爱牵引人人来修善法。这呢，这是咱真正修行的目标。所以，觉他是别意二性啦，圆满呢是别意菩萨。菩萨呢，也未真圆满，也阁是伫学地中间。我一边学，上求佛道，我要下化众生。咱唔在的所在也阁有，迄、那个迷昏的烦恼也存在。看看讲，咱大家人是毋是拢发心来修行啊？是毋是呢？也阁有我的见解也阁存在呢。日常的生活中，你安尼做唔对啦，是我安尼才对啦。啊，什么人安怎？什么人不对？好像呢，咱也阁有这个迷昏的烦恼，咱也阁有迷昏啦。也未真正透彻了解，所以呢，也阁有迄个迷昏的烦恼。虽然咱发菩萨心嘛，行菩萨道，不过咱也未真圆啊，也未彻底呢到佛的境界。
所以圆满啦，就是已经呢，真正的透彻、圆融，这呢，才是真正的圆觉啊。所以是非，咱要分得清楚吼，唔是干那讲哦，做好人啦、啊，有个人受一种呢，哎呀，这吼、哦、烂好人呐、啊。敢那会晓要做好人，是非分不清。那有时阵呢，自我误人，安尼嘛唔对啊。这就是无智慧，智慧呢也无尽圆满吼。那所以咱迄、那个圆满呐，就是啊，爱搁在伫菩萨的境界再超越，不管虾米款的境界现前呢。咱的心爱安然自在，但是呢，为众生啊所做作的行动呢，爱积极哦，安尼呢，才会当慢慢啊到圆觉的境界哦。哦佛陀的故乡，对啊，过去古早叫做迦毗罗卫国，哪怕是佛陀的故乡啊，同款是伫这个地球的面顶，众生哪有作业，众生共业，同款呢，也是会受灾啊。佛陀伫这个娑婆世界，就是。娑婆世界苦难偏多，何况呢？众生不断的共业，愈来愈大。所以现在的地球啊，频频都有灾难啊，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啊。所以呢，地。加比罗的国，迄、那个国家还是同款，伫尼泊尔常常都有灾难呐。佛陀下，伫两千多年前啊，净饭王的太子，伊的思想观念啊，别于凡夫，甲凡夫无同啊。伊会当去体会到人生为什么这么不平等？人生呢，为什么有四大苦呢？生老病死啊，哪怕呢，身为国王，伊看到伊的父王啊，一年比一年老了，一年比一年的身体不如了，这呢，老。苦啊！接落来呢，就是身体欠安，病啦、啊、也是苦啊。尽头呢，那就是自然发展，那就是死。这呢，生离死别也是苦啊。哪怕身为国王啊，拥有一个国土天下。还是同款，无离开这个四大苦，所以伊开始要去追求，安怎样才会当他脱离了这四大苦？安怎样呢？才会当卖有四性阶级的分别？人要安怎才会当他平等互相尊重？这嘛就是伊的目标啊！所以呢，去追求真理，出家啦，修行啦，终于成道啦。所以觉悟了后呢，别号叫做释迦牟尼佛。
这就是色界座吼的角色，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慈悲吼，这叫做灵智，是智慧慈悲彼此相运的角色，所以叫做色界摩尼佛。想看卖咧，对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灵山会上的讲主，就是说法主啦。那不是呢？这个大乘觉者，哪有法度呢？啊，把这个人间法啊，说出说法，安怎样会当铺出了一条菩萨空中的大路，和人人呢向着这条的大路去行？这就是啊，这位大觉者，伊做得到，伊会当将这个法呢入人人的心，将人人的心中开出了一条的角度出来，这叫做自觉觉他觉性圆满的大。觉者就是这个法华会，就是灵山会啦，诶，讲主吼，讲法主啦吼，也是说法主吼，那这呢是六星球中叫做主星球，或者是讲法主星球啦，各位合佛啊，自觉觉他觉性爱圆满。这算是呢，真修行者。咱大家人爱知影，佛性圆觉，自性即光。咱的心爱常常即正光明显露出来啦。安尼，咱才是真正合佛咯。咱家己依佛平等，咱嘛有性即光的本性伫咧啊。佛陀就是为着度众生，伊才会回入娑婆。现象甲咱的生活同款啊，就是要随机应缘呐、啊。所以呢，现在呢已经因缘成熟，住在灵山会吼，那以大众说法，所以这呢，爱请大家人啊，既然是学佛，咱一定爱时时多用心啊。